先刷到四级再看看。哇，加入点闪现扯过来 ，Jacky QA 打出刀哥一个闪，闪现换闪。你们会输的，来了，你们会输的啊！你们会输的，但感觉还行。那石头人这个英雄对线也没啥说头呀，就三分钟塔刀呀。是的。哎呦，闪现斜角一吸到了，打一套蓄意轰拳。哇，这套消耗打得非常的痛。刘俊峰有说法啊，这波 Mark 扛塔可以扛。走上来先指，以进为退，炸弹人炸了一下 ，Jack Love 扛到塔了，这波有点失误啊。而且反身是终于杀掉了刀狗，但是刘俊峰这个位置感觉还是能在塔下再操作一下。一换一，看一下这波谁扛。刘俊峰升三了，有日食了，很肉大，直接是指上来再交一个闪现，盲僧借力打力过来，刀狗又踢下来，还好这波是 Mark 扛到了塔。小龙太蛮王这波到六了，想动石头人，石头人在塔下已经开始嘲讽了。石头有六呀，感觉这波动石头。果断点塔加闪现走就走掉了，先阿木木哭泣叫一个鸡冲上来开机跑，石头先交闪，蛮子在扛塔，石头人回身反撞，蛮子这边扛塔扛不住了，只能溜了，石头人再点赞。这么过分吗？有大呀蛮王。对啊，这感觉有点难，但踢出塔吧，可以扛塔，可以扛塔，就先打个大招再说、啊、是的，先打个大招先走，然后还要再杀、哎、红 buff、哎、buff 哦还行，哇，这只能说勉强还行了。这护刚那波虽然说一换一，盲僧有点亏，但石头好爽啊，吃了两层塔片。但是比较难受的对涛哥来讲，这是个终结人啊。这一波如果处理好一点，我觉得应该能把呼吸哥这个塔打成一层。是的，就这波盲僧，我感觉好兄弟、是的，要不不会这样的。对，应该好兄弟。哎呦。哎呦。虽然说也不是很痛，但是就很烦。主要他这个大流现在也没什么用。哇，难受兄弟，大刀打大，但是下路这个兵线也是亏掉的，而且上面的野区可以反一个红的情况下也仅此而已了，千载有点捏住给大小天，这位置失误了呀，我觉得秒掉了，没必要给这个机会吧，其实哇，这波秒掉感觉 BLG 打回来很多，一塔还是先被拿到爆摔回来，刀哥勾到又要打大招了，哦呦，捏得很死，捏得很死，伤害差一点、哇，这个是很舒服的，而且那片野区全吃了呀，这微味的分身挡了仇煞，这脾气上来了，这波运气好好啊，镜花水月挡了仇煞，但这波呼吸哥咋办，这两个人来了，有大招的蛮王没急跑，一技能减速开个视野，有没有队友来支援，没有队友来，永双动作先打一个大，打到拖时间，小天踢到墙上，人头给谁，预判了一下旋风斩没 Q 到，打不下队友，最后加上这个恶先锋可能也要控下来了，嗯，哎，标记不想给，开到石头人了，打一套，石头人这边没什么魔抗的，哇，这波又是控制链控死了，这波微微和就辅助都能抢大龙，我要机抢个小龙不过分吧，可以，你这种都属于不可控情况，刀狗闪现躲了大招，两踩上来 Jack Love 这边直接交了一个倒钩，配合着盲僧的一脚风风过去，直接被 Knight 拿到了人头，这波石头没大要来抓，有机会看一下威沃的闪现怎么交，如果被 W 到了可能有点难走，闪现躲大是可以的，走了走了，要音乐吗，小天来了，踢到不能音乐了，那保住了，仇煞直接起手被吸回来了，林冲冲这波要直接阵亡了，奈特是金身躲一个科学的地狱火炮，又一脚踢回了风风，而且挂上了 Q， 风风这边真身假身一起在美，最终还是色铁拿到人头，而且小天这边直接再 Q 上去留了一下呼吸，让呼吸不能来到这边战场，我们这波呼吸就看到这个石头人我们就觉得伤害都不够了，更别说还有一个土龙魂 Q 到打起来，小天这边摸一下队友，小天有正面蛮子转进去，灭世只叫到了两个人，但这个时候 Mark 身上是有一个网板的，石头人再一次来到正面，石头人是有大招的，仇煞出手甩到刘星座，刘星座交闪还是被生人物境给恐惧到了，侧面微微被石头人的势不可挡给撞起来了，微微这边再被一个爆摔，但自己有一个通关天灵可以先跑，但侧面选击上 Brace 被大招勾到了，大招被打出来一个微骨子的恐惧把他恐惧到了，左边的 Mark 微微人顶住，先把 Brace 的人头拿到，而且炸弹人炸一下炸到了小天，石头人又来了，
这个位置正面永桑留了一下 Poppo， 后面有魔影迷踪，刘青龙得顶进去做视野啊，但这个时候破败王还很远， Mark 卡在这个角落，刘青松要被开了吗？ Mark 先没有出技能， Poppo 过来练连 Mark 一个爆摔进去开到三个人，再一个亿西多人闪电大，三个人上天一波山崩，那标记要地裂了，古希哥开完大招也活不过来。石头人扛住，对吧？是吧？石头人确实也没给到特别多的机会。来看一下 Mark， 大进场，一三个石头闪电大，威武斯仇煞，哇！恐惧三个有点爽的不，这就是我们完美团战经常说那个 Wobble Combo， 所有人的大招都完美的接在了一起。我小天有水银鞋打得很浪往前冲，但没关系，伤害是很高的，又一个仇杀上去，刘青松要先倒了，马克再冲进去幸运轰拳，哇一个辅助把波波分身打出来了，波波闪电去踩上来，特别 Jack Love 来了，再来炸死小天的仇杀再次命中了一个刀狗，刀狗也被击杀， Priest 想砍马克，但马克给他点了一个再往后走，仇杀没中，马克也很肉啊，呼吸哥砍不动，呼吸哥大招转好了啊，没开出来，这绝对赚好了，我看到了，赚好了，赚好了啊！开的非常好，是有点机会的。对，但这把是最主要阵容的问题，不是特别好翻。怎么感觉 Mark 也有点顶啊？直接走到人堆扯三个，一个 W 打中 Bobo 的分身，这把 Mark 玩的有点好。我觉得这把 Mark 是要竞争 MVP 的呀、啊！前面下路也是他先换闪换血，打团都是他的先手，也很关键。对。这老色皮玩出上单那位，我觉得你现在能把他压到125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只能打这波硬接一波远古龙团，刘青松被逮到了，再看他们这个位置在找刀工的角度，峰峰踩上来刀工没有勾到微微，头下出手正好没砍为关之，把威武斯给带进人群了，刘青松也倒了，正面一个进攻的暴风雨刃，那没有远古龙登场的空间了吗？远古龙好像是出了一下镜，但是没有人会去打他了，可以直接一波25层杀人书啊，最后也是选出石头人笑着赢了游戏，主要是把 Wayward 的作用太大了， Mark 啊，就还是滔博全队的设计太好了，我们恭喜滔博2-1拿到了比赛的胜利， Wayward 想去测试一下坦度，水泉刺了他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嘛。